是你先天的不足，还是后天的不够努力？不要在这里怨天尤人，不要每天游手好闲，要努力，要奋斗，才能迎来更好的人生。所以以后不要喷主播了，好吧？没事闲的，干点事儿吧，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回家吧。把摄像头放下来，好好打游戏，别逼逼，行。给你好好的来一把，兄弟，我已经不卡了。你知道不卡意味着什么吗？无敌了，哼！只要不卡，让你看看什么叫伤害，什么叫虚区。克烈一级不算那么特别好打啊，我们没带征服者啊，先 A 两个兵，他敢上来 ，B 一下蹭骸骨，下一波再干啊。他不放 Q， 我们其实是不好上的，你知道吧？让他先把 Q 给放了，勾引他，假装上走位，然后跑一手，那么他一级的技能就已经没了啊。这小子还挺猥琐。行，让他猥琐没有关系，走了呀，拉的比较准，这说明啥？这说明这是个老克烈了，战雀蜥蜴，老克烈了，真的，一看这就是老克烈了。 EAW 走，哎，不打了，我这不打了，干嘛呀？哎呀，那二级就抓人，让这个艾克可以上，先插个眼啊！没人你不死了吗，兄弟？啊，没有人你这不挂了吗？好，回家。终于有一回，我们回家能出得起。谢谢情商小男，感谢中奖专业户。还有一分钟开奖啊！直播间有个抽奖，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这等会儿，哎呀这，哎呀这装备可不好出啊！这可挺费劲的，可。出装备浪费了我20秒。现在有6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为什么带电刑啊？因为杀人快。有一件装备，它的装备名字叫做星石，两次独立攻击或技能命中敌方英雄，就可以给你造成8%物理伤害。这样打起来杀人就会更爽快一点。如果你不想这样，你想奔营去，想这个。完了，开始卡了。哎呦，又开始卡，兄弟，我刚杀点人就卡，能行不了？还、哎、别卡了，行不行？给点面子不行吗？给点面子吧，行不行？谢谢小剑儿，感谢一曲剑烟行舟，还有15秒开奖啊！他已经把这个用了。恭喜小剑曲儿！别卡啊！别卡！千万别卡啊！完了，开始卡了。
一看这就老克烈了，这 Q 技能都不随便用的克烈，我跟你说很可怕。先 Q 一下，哎呦我操，好卡，真低卡，哎，太难了，回家吧。打着打着就开始卡，最后一把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切出去再切回来，它就会拼就好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能再次的切屏，我们不切了啊。哎，这回就会好一点。哎，不行，还是不行。幻觉。操！An ally has been slain.游戏体验很差。扣一下。不行啊，这好像打不死啊，这点到为止。杀的 ，nice， 我们点到为止。我在等队友，你在等什么？好，回家。不带征服者没伤害，不带征服者不是没伤害，是你如果带电刑，你要明白每一个装备的不是每个装备啊，每个技能它的特质，你知道吧？你得了解每个装每个技能它的特质。你不是说你玩整个电刑完事你跟人打征服者打持续战完事你还能打得过他，那谁都点电刑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一套秒不掉他的情况下，那么肯定是征服者厉害，如果我们一套把他秒了，那么肯定是电刑厉害，明白了吗？这个主要是看你到底想怎么打，什么打法。等个20秒把他杀了。这边我没点烟，他没有点烟，他打不够我。先清一下兵。抽一下，小伙子，你是真猛！这波我是真是没想到，你这还敢上来啊！我信你一段一亿完得了呗，还放二段一，行？艾克已经很久没来了，并且这波蓝枪在下路打野，可能艾克会过来往这里插个眼来。好，他没来。我这波可能会死，走了吧，不狼了。哎呦我操，我差100块钱，这好难受啊，我就差100块钱。
来帮他卡一波兵线啊。星矢已经出出来，我希望你不要催我，好吧？我在这里回城，你不让我回，还催我，好，你别怪我，我跟你说，我在这里走，你还不让我走，那你可怪不着我了，我告诉你一会儿啊。回家先把这星矢给除了，去下路了吧。来把长剑带个扫描吧，把扫描换了啊。这你可怪不了我了，这小亚索你可怪不了我了，我可来了啊。为什么这猴是108秒的大招啊？我没点冷却缩减，怎么会108秒呢？对，俺们把上路打退了。帮我把上路塔推了。这星矢也太猛了，我操这个盾。死了他。这波塔下死了。5秒一个盾呢、啊、这叫5秒。你不用在意我这个车到底补没补着啊，怕我了。干哈呢？啥意思啊？要杀我小伙子？哎，你打得过我吗？这我这叫星矢，你不讲武德，你这不讲武德了，你这有点过分了，这怎么叫人呢？哎呀，铁板鞋。偷袭我，这好吗？这肯定不好。这个亚索可能接下来的日子会不太好过一点。这波支援一波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跳弹给我来一个呀？妈呀，没跳弹。
这女枪一 AQ 好了，一 Q 没死。好，这波老头不知道要干嘛。哇，这老头打野好痛啊！也被这炸弹给炸着了啊！我这叫星石小伙子，还打。还打，哎，喜欢打，来，我这叫星石小伙子，明白吗？明没明白？这小盾呢，实在是确实是有点 bug， 我觉得这个盾给的有点恶心，五秒一个近战，这出完这玩意儿呢，盾太恶心了。哎，给个蓝 buff 吧。不要狗，我的豆，啊，要以和为贵。你不死这波啊，死不了。这艾克九级打十二级，我没想到啊，这我是没想到的。让开。爸爸来了，我今天就得看看你到底回不回头，不回就算了。拜拜。呀，女枪在上路呢。好。我这叫星石。你套我点盐，我去！套点盐可不对劲啊！本来我不想放大的，套我点盐那可是不行了。先来个这个，再来个这个，加点攻击力。等我们这个一除啊，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三个，三下一个人。红应该有吧，他打了算了，这就是还没出来你知道吧，这要是出出来那个，这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收集者，那就不一样了。好，让蓝枪去死，这怎么回事呢，这怎么不杀蓝枪呢？这好痛啊！应该是他们看见我被吓走了，你知道吧？一千有没有？1025，差点钱。游戏结束，我们已经无敌了。准备好，不要眨眼，注意看一个人是怎么倒在地上的，注意看啊，无论是谁，一二三四五，除了克烈吧死不了以外，其他的注意看啊，
呀，这亚索不太行啊，这亚索他妈有个绿叉子，有个盾，重新来一个，找一个 ADC。ADC 死了，找一个艾克，这眨眼了吗？这个一会儿再打，一会儿再啊，下波别眨眼啊，下波别眨眼。这亚索是防御天赋，他有个海骨镀层减伤害了，要不然其实死的会很快的。我们一把女枪都没杀过呢，我还没找到过女枪呢，我找他一波去。这些装备这就属于是刺客的装备，一二三这三件，然后呢再出一个那个暗影扩建。我估计这老头啊只需要我一个 EQ 点燃他就死了吧，没死。这怎么会没死呢？还是得 A 一下，不 A 一下死不了。好痛啊，我不行了，哇反向大都减速了，个老头儿，哎呦喂，闪现老头儿，你别让我逮着你啊，个老头子，你大爷的92滴血，92滴血，伤害稍微差那么一点。92滴血，正常90好像能死。再来一把吧，这结束的有点快呀，这没到6点呢。